欢迎双方来到我们的吴八学堂啊！介绍的规则双方都已经听懂了啊。但我们不懂拼音咋办呢？加油！我想跟胡巴再说一下，胡巴呀，你的这个井柏然妈妈马上就要上去比赛了，你要不要给她加个油？井柏然妈妈加油！哇，好可爱！你沈腾，你沈腾大大也快要上去答题了。井柏然妈妈加油！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王牌先生把双方要抢的第一个词拿到台上来。哦 ，ST。石头啊，沈腾，沈涛啊，那就不能说了、哦、是吗？那、啊、不能说了，来吧，挨个来呗。上天，哎呦，沈腾，我刚要说，是他，是他。宝子链那个他，是他是动物的他，重复重复了，没有他是动物的他，就是动物的他呀，重复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动物的他，还一个牛字旁的他，这是牛字旁的，牛字旁的他啊，还有个牛字旁他啊，哦，舌头舌头，哎呦，舌头来。十天，十天，哦，十天，对的，对的，哦，十天，四天，好，他们怎么都是捡漏的，是吗？我干嘛走出来呀？有什么呀？三天，三天，三天。今天三天，蒜头啊，蒜头，蒜头，蒜头，哎，哎，那个，快呀、啊，快想，五四，蒜头二，啊，肾疼，再讲过呀，说过了，漂亮，哎呀妈呀，你们火怎么都肾疼呢？哎，我两个肾，我两个肾怎么的？又疼了一个，继续，你们错了，继续啊。你们，你上去了，上去了，雅亮回去吧，我有勇气。是 T， 啊？是啊，石梯，那个石头的梯子，石梯呀、啊，好，阶梯的梯，好，石梯，放死了，失态。灭绝失态。失态有两个版本。我也说失态。普通话博大精深啊！对，食堂，审胎，什么？审胎呀、啊！啊，不是，他说的是省台，省电视台，对，台，省台的。哦，那是台。讨厌，四胎，谁生的？三胎，他说了三胎，哦，连十胎都说了，两胎呢？那到我们了吧？到你们了。视听，哦，视听盛宴的视听，审胎，什么是审胎？什么鬼？我知道，他那是沈腾的太太，我都不能有个媳妇儿是吗？这也滋我。好，时间到，沈腾队错了两次。下一题，我们再请王牌先生拿一题上来。哇！这个难。哇。SSS。手术室。手术室。手术台。
SSS 哪来的手术台 ？SSS 啊！啊，夫人，怎么不喷呢？你先躲开呀、啊，那里也会喷、啊。女人快躲开，喷上你。喷。啊，凉！哎呀，这么凉呢？那个瘦身霜。瘦身霜。可以可以。OK。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44，哟，10，33，谁是谁？哎呀，可以，34，40岁，哎，都是小学文化水平，30岁。30岁，傻叔叔，傻叔叔，谁？啊啊！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、他说的是谁我真的给你们留言，给你一个建议，拉着点好吗？谁我翻译了，谁、哦、拉着点，我不是鸭吗？是，你俩打电话呢是吗？谁是对，傻啊，爽，漂亮，爽是爽、啊，爽是爽，啥是啥？哎，啥是啥呀？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什么叫啥是啥？你跟我说，你说啥呢？我说啥是啥呀？你说你应该是啥呀？不，我反正我是懂的。兄弟，你都懂了。景柏然都懂了，你还干嘛呀？年纪问题，我真羡慕有这么多理解力那么强的队友。对呀、啊，南方人都听得懂，真的，我们南方人都听得懂的。听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啥是啥，对吧？啥是啥呢？对呀、啊。你是哪个队的？还举上手了，孩子？啥是啥？对呀、啊。为什么你们就懂他不懂我呢？OK， 听住哈，很难听的，侠是爽啊？啥？不是，是对的，傻是啥？对，我叫你听清楚嘛。柳岩，拉着点。这个我翻译不了，菜菜说的是傻是谁？谁是傻？傻是神，肾损伤。啊、哦！我的天哪！腾哥跟肾过不去啊！充分暴露了自己的一些缺点。这轮呢，小警队错了一次，最终的获胜方是天师队。集体感谢蔡老师，感谢，什么意思啊？谢谢，我那么努力。就是我给你们总结了一下，就是你们就是整体素质，整体语言，整体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正式来到了我们的王牌音乐教室。接下来的环节呢，将会出示一个关键词，你们需要轮流演唱和关键词有关的歌曲，演唱正确就得分，错误会受到惩罚。错误率低的队伍获胜。有请王牌先生把主题卡拿上来看一下，关键词是什么？啊、哦，水果。好了，这轮从你们开始好了，水果开始吧。水果。菠萝菠萝蜜，菠萝菠萝蜜，带我去。来，唱得好。哎，说到吃的，贾玲知道了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哎